离开多伦多，这是我最希望的计划。但如果我因为某些原因我留在加拿大的话，我明年一定会再搞第二届 fashion show， 然后保证人数超过1500，我保证就肯定做得到。今天可能也就800人，但明年我一定要 double。然后我明年12月呢，我肯定会办一个。K 赛，因为我每年都办 K 赛，我每一年都办卡拉OK 大赛。明年呢，我也会办一个卡拉OK 大赛，这是第4届，然后 fashion show 是第2届。